最脏话了，是真正的这个书法艺术，书法就书法，艺再加上艺术，就叫书法艺术。哦，那上面我画的这个花啦，它的花团锦簇啊，就有很团结的感觉。哦，这个花的颜色啊，代表喜气洋洋。哦，所以这一张画整张起来的时候呢，表示说我很开心，我开心花来泡好茶，哦，给大家喝。这一张画就叫做广结善缘，广结善缘，哦，它的总体艺术叫广结善缘，哎，就这样子，哎，就这样。